老师，我做好了。豆豆做的真不错。哎，豆豆，你为什么选择做芝士蛋糕？我妈妈最喜欢吃芝士蛋糕，我做好了给妈妈吃。大家行行好，给我点吃的吧。啊！大家行行好，给我点吃的吧。一会儿见。 走吧，走吧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哎呀，谢谢。嗯，走啊，走啊。不行，这是我给妈妈做的第一块蛋糕，我要给妈妈吃。我们对待自己的叔叔、伯伯和他人的父辈，应该像对待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。 对待堂兄、表兄和他人兄长时，也应像对待我们自己的兄长一样。大家辛苦了，放学以后去议事堂集合，严巫师请大家喝粥。豆豆，快醒醒！今天严巫师请咱们喝粥，醒醒！嗯，别管我，你们先去吧，我再睡一会儿。 大家别着急，每人都有份儿。我最新秘制的天涯明月粥，混合多种药材制成，包治百病。粥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谢谢。严巫师，我什么病也没有，喝了会不会有副作用啊？是啊。当然不会了，没有病的喝了可以强身健体。哦，是吗？就像我一样。喝吧，喝吧。啊，真好。 我的肚子好疼啊！哎呦，好疼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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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肚子好疼啊！严巫师，是不是你的咒力？大家等一下，我去看看。啊？ 嗯，哎呀。
我竟然睡了这么久啊！怎么了？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我们喝了严武士的粥，他的粥有问题。严武士，严武士呢？我在这里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在熬粥的时候不小心多放了一味雨滴子配药，因此才会……我对不起大家。我们怎么才能解毒呢？只有去瘟神那里求取解药，可我们这个样子……豆豆，你怎么没事？我刚才没有喝粥，所以没事。哦，太好了，你可以去瘟神那里求取解药。大家放心吧，我一定为大家取来解药。瘟神不在，他老人家去哪里了？救人要紧呢。那你等等，我去后殿看看。这是解药？这是解药，不过药量可能不太够。那怎么办啊？别急，这是瘟神最新炼制的气状山河丸，它能让人百毒不侵。村民们喝完药之后，你把它碾碎了，熬给村民们喝，就万无一失了。村民们喝了这药就百毒不侵了？这药丸只够两个人服用，村民们人数太多，难以达到百毒不侵的效果。不过化解雨滴子绰绰有余。谢谢您了。爸妈，你们喝药。先别管我，把药给其他人。师长老，您喝药。大家觉得怎么样了？谢谢你，豆豆，我们没事了。大家真的没事了吗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谢谢豆豆，谢谢，谢谢。爸妈，喝药。刚才不是喝完药了吗？这是什么药？这是给你们补身子的药，快喝吧。豆豆，我问你，为什么除了我和你妈，其他人都旧病复发了？他们又犯病了。为什么只有我跟你妈妈没有事？昨晚你给我们吃的是什么？这……什么？你把气壮山河丸给了我和你妈，没跟大家一起分享？你这样做是剥夺了全村人康复的唯一希望。豆豆，你小的时候父老乡亲都曾照顾过你，关怀过你。俗话说，受人点滴恩，当涌泉相报。你怎么能这样对待那些关怀过你的父老乡亲呢？怎么回事呀？金强、田父，你们……我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。我也是。豆豆，你上回拿来的到底是什么药？我。全村人都病了，你怎么还坐在这里啊？我对不起村里的父老乡亲，可是我那样做是为了让爸爸和妈妈百毒不侵。让父母百病不侵是孝，挽救全村人也是孝，但如果为了让自己的父母百病不侵，置全村人的安危于不顾，就是不孝。我那样做是不孝，那我应该怎么办啊？快去找瘟神求取解药呀。哎呦！
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老人家，您这是？红果，红果，我中了瘴气毒，那红果是解药，快给我吃。可是我把红果给了你，我怎么办啊？这里是树林的边缘，咱们可以一人吃一半，你可以原路返回。很多人等着我救命呢，我不能原路返回的。我们先出去，两个时辰之后，瘴气散去，你就能通过了。等两个时辰会耽误给村民治病，可如果我不救这老人，他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小伙子，救救我呀！米先生说过，对待其他长辈要跟对待自己父母一样。对，老人家，给您。哦。老人家，我扶你。哦，不用，你去帮我背着那些药材。哦。瘟神爷爷，是您？是我。你能够改正错误，做到是诸父如是父，我很高兴。瘟神爷爷，村里的父老乡亲他们……你的来意我明白，你背的就是解药。谢谢瘟神爷爷。老伯伯，您吃吧。谢谢你。小朋友们，看了今天的故事，你们有什么收获呢？对，我们对待任何人的父母都要有恭敬之心，对待任何人的兄弟姐妹都要有爱心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整个心胸就会非常开阔，量大福也就大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